语言，我会说四种语言：汉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韩语。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所以我会说英语；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会说汉语。我男朋友是西班牙人，我跟他学了西班牙语。我的专业是韩语，所以我会说韩语。该你了。语言，我会说四种语言。汉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韩语。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所以我会说英语。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会说汉语。我男朋友是西班牙人，我跟他学了西班牙语。我的专业是韩语，所以我会说韩语。你会说几种语言？语言，我会说四种语言。汉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韩语。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所以我会说英语。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会说汉语。我男朋友是西班牙人，我跟他学了西班牙语。我的专业是韩语，所以我会说韩语。语言，我会说四种语言。汉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韩语。因为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所以我会说英语。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会说汉语。我男朋友是西班牙人，我跟他学了西班牙语。我的专业是韩语，所以我会说韩语。该你了。